在书上的字儿。Hello， 他误会了我，我该怎么办？哎呀，给误了。故事，但是文字还是文字，不算话。应该准备烛光晚餐了。想送给你的每一束花，想陪你的黄昏和笑话。不要轻易认输。随着时间枯萎，梦醒了。就记得向他道歉吧。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好吗？我是一个没勇气的人，带着小小的。你可随时听听他人的意见，因为有了 Apex， 来自 Apex。